一定开的啊！我嘛无一定开的啦，我嘛无一定开的啦。看心情啊，看心情好啊，心情好。我嘛无一定开的啦。哎，快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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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哦，下班，我接不下班了，哎，两分钟，两分钟来。有诶，伊啦。接不接来？接不接来？卖开我巴士来，这两只不行来。卖开我巴士来，你来。你接来？你接三百六来，三百六来，三百六来，三百六来。这两两个来，不过我正用钱来，正讲用钱来，这三百六来，三百六来。不陪我你啦，钱够啊，不聊天不来，真系。我怪你讲翻呢啲田婆我袋，真系。我怪讲翻呢啲田婆我袋，真系。我真系十包出嚟，十包真系，十包真系十包嚟，十包好嚟嚟，十包真系，十包好真系十包出嚟，十包真系十包出嚟，十包真系十包。十包真系十包嚟，我嚟嚟听真系，嚟嚟听真系十包嚟，十包好真系十包出嚟，我嚟就嚟就系。我来就无得几日啊，真系，无几耐啦，我来回来。后边一个就是个，我天天就是，就是个，就是个。十八岁，十八岁，我，你们不来面啊？你们不来面啊？真系，你们不来面啊？真系，什么？来面啊？真系，十八岁，来给我。零八年啊，今年过来了。你们要看得懂吗？台下后面这个都是没断水。后面这后面在卖的都没断水哦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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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节目了。你在进修吧？真係咁樣嚟啦，今日燒嚟嘅，真係。真係啊！好嘢嚟，乜嘢自燒啊，真係。真係啊！嚟啊，真係。乜嘢料真係？哇！真料，咁少真料，咁少真料，你乜嘢做嘅嚟嘅？冇。兩位。兩位。都係冇啊，冇啊，兩位冇啊。冇啊！嚟真兩支真係，真係，真係夠嘅。等等。真啊！一千一千一千七的五十蚊。好，我这个今天可以。一千一千一千七的五十蚊。而且，这这一千七是最便宜的。哎呀，现在现在是，我弄我弄。过来。两个了，不会经济好时间了，不时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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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时间。八十号呢，上六十五号哦，上六十号停经的，哎，你莫停，你莫停就停经哦，你是好心情哦，不等你莫吃，你就不话了，不会停了。准提都停经的啦，不心情无用的啦。啊，十八号就是啊，十八号吃外表，哎，今晚阿美玲到来噶，哎，十八号阿吃外表了，今天不用干了，阿美玲啊。那个人很好嘞，那个是真好嘞，那个是真正做工嘞。后来摆个自自己干面过来就好几年啦。嗯。后来摆个自己干面哦，不错嘞，好几年嘞。哎，无去落去头摆个自己摆个正好嘞，摆个长也无无啊，无回来哦，肯定无来啊嘞。没落啊，没落啊。来，你把这阿伯面巾出来。包来，不只剩面筋，不只剩面筋来，来包来。哎，你不准备个蛋来，真系。这四个现在你包来。哇，蛋包啊！包现在你包来。高刚。啊。高刚。有包啊，就还有完全少。现在你包在。我不知道。你包多重啊？你包完。没有看，不知道。你包现在你包六，你包完啊？你包好完啊？一般都是一包。都加两个。七零八零，按八零来。应该没有吧？没有。对啊，应该差不多啊，都一样规格，那个不会有特别包装啊。对啊，都1500公克。对，那个不会有特别规格啊。好像都1500。嗯，那个不会有特别规格啊。
在你买两，买两，买买，什么？你买两？买是什么？买两个？啥？买是什么？买两个？啥？全部不是。你这头前，头一手两个嘛，一手两个嘛，啊，这买两个，就买两个尔。买两个啥？全部不是啥？买八个，全部不是啥？两包啥？两包，包八了，包啥？包块。不对啦，三分两买啦，你主要买两包三分两只啦，真系。买八只，买两个真系，乖无乖无，乖无只。没啥。买八个两个真系，乖只真系。买了真系包，你买去，买两包个买只。买两包个买只真系包两。系。买了我来，买你买吼，买了一个买只包来，乖乖。买几只我个买只真系乖。乖。我是想问，我能把我们带，你不是这样搞来？不会哦，我不会搞来，我不会搞来，来，我让我来，我是想问，我这样搞来啊？不啦，不会，不会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哦，来来来，我是想问这样，这样我是想问，干嘛姐？来我，来我，他陪我，自己跑陪我。这几箱，这几箱会，这会不会？不会，这会。会这里会这个不？不能改，不能改，不能改，不能改。这，我不会包完哦。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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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讲？你为几几百块钱？几百块不讲，几百块钱能不包来？包包三百，弄完现在，我把六千我包了，弄完现在我把叫我四百六，三百呀！现在三包现在，现在三包，几百全部五十块，几百全部五十块了，三百，三包了，三包了，三百六，三百现在三包。妹妹啊，哈。不会啊，我。讲完了没？你讲好话啦！你讲好话啦！他在传授。你讲好，讲好话啊！你要不讲好，讲无紧啊！讲好啊！讲好啊！讲好啊！未得讲好，未得讲好，未得讲好。我尽量要和你讲无紧，啊！你还会讲好讲？要还没讲完再讲没关系，啊！讲完就未得讲好。结束了。真系，打靶真系，接我了。两百啊！真系，讲咩嘢？冇系。来，过来。不要来，你把一百多拿回去，明天再分。哎，你约不来啊？你在？啊，那你约不来？应该没吧？错过呀。嗯。约啊。哦，我爸啊，这样子。啊，够一挂，够一挂。对呀。看卖是不是？我讲我一万块不啦？我不会用啊，不啦？我不会用我不啦？我啦，我一下真不会用嘞，他话不会用啊，真是，我一下。你我留下这本钱，你我死里头接下来，来。我这你先讲，你讲你讲好啊，搁你，讲人家信用，讲人家有信用的啊，讲讲讲好好送来，再我再，外面个菜，我有几两钱，一米三十块来，再见，这是有，很老啊，再，我讲几百台啊，卖开八三，几百八三再，几百八三想贵想想想四百再，五百了再，五百了。我包钱，我包，我包几多钱吧？我不想给钱，我包来，我为何包钱？我包你，我包钱，我包，我包来，我叫我包钱，几百几百块哦，几百几百块，我几百，我都还包，我不要来，你今天叫我来，不还就来，到那不就先给来，不不收来，来一个钱。桂鱼没了，桂鱼没了，这样来吧，桂鱼没了，这样子来。我刚才问你要不要，你没回答我啊。不行，我现在就没办法啊！我怎么知道要骑摩托车？他现在不行，我现在他刚才留一份1000的十四片，跟我 Licky， 跟我 Licky， 下来，砸下来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，这水银砸下来，扛砸下来，停下来，这哦，他讲讲几不讲，要么消耗下来，什么消耗失败，大家现在卖开清清流情况下来，直接情况下来，两个清出来，两个下来情况情况下来，两个我清流。听着啊，加那鱼哦，你当买我爸不？哎，我爸，人家我爸，没有我真系我爸，听着，都无多，这个人家我爸，啥物嚟我爸？啊，机器啊，你打，我爸嚟，
三只五百。两百。你都是车脏啊！你啊，都是车脏就对了。买只，买只，买五百。正只买五百。正只五百，正只五百。是五百嘞。你下啦，买啦，伊要欠你啦，真的啦。我靠，这乌鸡要大只啊！五百，你来，只五百。这不是五过鱼啊？哦。五百好包了，包了好不好玩的啊？啊，我喜欢来啦。来来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你好。你来，阿你来，什么阿英来？我不是，不不不。阿英来，阿英来。不不不。我白天好不好来？今天好像比昨天。今天是白天。这条线最多，这只而且只而且用海个只会海个280块嘞，今天两个个只只100，真好平啊，真平啊。真系，咩用？只咩办？咩四百？真系三只系五百，真系五百。四只系五百，成五百系五百，出面包你啦，成出面真系。今天这里如果这么多的话，库存的东西一定多到很恐怖。今天这里的东西如果这么多的话，库存的东西一定超恐怖的。真系五百，真系五百，真系。咩五百？真系五百。这个时间就是要卖完完了，卖完了。这个时间就是要卖完完了。哎，这个时间上俗啊！上俗啊！无，这时间你卖了，你无得卖出来。我包出来。这白口，只买一包，你无得吃啦！这个我今日讲，我包出来。我把你的好的，我包先，好。够包来不啦？够好鱼啊！大哥，我们吃鱼。够好没吧？够来不啦？五个。我包四个鸡来。够来。够钱了，我包来，够钱了，我都亏来。够来不鱼啦？那个鱼够钱，四个鸡够包。够包好四个啦，就回家，搞就回家，我都干你啊！再一年，不你煮什么哩？不啊。不然你用烤箱也可以啦，那这个应该会有油出来。我怕它没油吗？够用气炸锅也可以。
用然后喷一点，喷一点油。真的。来来，你师傅把这块定起来，再放出来，再放起来，起来，五块六块，十块五块。讲起来十块，再十块两包来，两包来，两包下两包来，一百块下来一百两包，起来。这个我记得，上次有人买完以后，大概超过两个人回来要，好像有超过两个人，然后跟他说那个我知道，可是那个比较少出现，这个是比较不会常出现的，那个卡拉有啊，两车就进比较少。新加坡大概要几度？几温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帮我来，快点来，给不给我来来？但是我觉得没差、啊，如果没手的话，再进去炸一次就好。气炸锅好像记得有关于这种牌的话，它都有自己的固定温度，或固定时间跟温度吧，对不对？都差不多嘛。对啊，差不多了。对啊，不会差太多。我回去试。你要搞早餐，早餐店没？早餐店不可能的呀，早餐店准备呀，早餐店不用备呀。好吃的。为什么房源都没有下载，连鸡排都没有买，上个礼拜没有买到。陈雪，我跟你讲，你已经两个礼拜没来了。你的卡拉，我上个礼拜有特别帮你。你的卡拉上个礼拜我，因为你没有吩咐我，我特别帮你哦。结果你没有来，后来他拿出来卖掉。但昨天你没有出现啊，陈雪，昨天你没有出现啊。卡拉，你已经半个月没来了哈。我有，因为你上个礼拜没有来，所以我这个礼拜就没帮你留了。上个礼拜我有帮你留300块的卡拉。真的，上个礼拜我有帮你留了，没有来，所以但是昨天你也没有来。100块钱，100块钱，100块钱。上个礼拜我真的帮你留，我说。有一个啊，今天一个月没买到了，先帮他留一份。然后结果等到10点你没来，他只好拿出来卖掉。来，留下来。直接过来。那是因为你上个礼拜没有来，所以我昨天也没有帮你留。因为我怕你又没来，所以你昨天也没有来、啊。那你要来之前再跟我讲。你昨天要来之前，你没有上来先跟我讲你要啊。因为说你要的话，我就帮你留啦、啊。因为我现在知道你喜欢买卡拉、啊。啊、因为你要跟我讲你会来，我就会帮你留。好。你先上来说，留言说我今天会去，我就帮你留两份卡拉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只要说你会来就好了。你只要出门前上来留言，我今天会去，这样就好了。我没有吃完，对呀。我就会帮你留了。好。而且我干脆帮你留3份好了，因为已经一个半月没买到了。你已经一个半月没买到了，我干脆帮你留3份好了。陈雪这样知道吗？你下礼拜说你要不要来，上来留言一下，要来之前留一下说你会过来，我直接帮你留3份。绝对不会有，今天不会有。OK。因为我知道已经连续6个礼拜没买到了。小姐，你会来？你回家，今天还是今天不来？
两百块来，两百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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